迎香旗袍国小男子200公尺比赛的第一组选手，在我们采计时择优8名进入决赛。目前暂时领先第4道德旺国小郑鹤毅及第6道吴兰国小杨宇翰。德旺国小郑鹤毅选手领先参考成绩30秒02。好了，像正在进行的是国小男女200公尺预赛的第二组，目前暂时领先的是第4道内心国小林宪哲，新盛国小吕世文暂居第二，加油！林宪哲领先参考成绩27秒97。大会报告，国小女子进入200公尺决赛的名单有：国光国小朱品慈、大墩国小陈一、爱里国小潘嘉玲、中教大实小韩如涵、北巡国小姚雅欣、合作国小陈佩琪、三和国小陈诗涵以及光荣国小陈文雅。现在进行国小男女200公尺预赛的第三组，目前暂时领先的是第6道大安永安国小林嘉凯，领先参考成绩29秒58。好了，拜拜。
好了，像现在进行国小男女两百公尺预赛的第四组，也是这一组的最后一组。目前暂时领先大安永安国小陈伟平，领先三台前进29秒75。好，同学，往那边前到去。